温布顿网球赛在台北时间今天晚间开打，台湾网球好手在第一天都有单打赛程，可以说是温布顿赛史的难得纪录。目前世界排名55的卢彦勋，今晚11点半将挑战美国新秀哈里森。王宇佐首战就抽到世界排名16的贝达斯可，而在女单部分，张凯珍和谢淑薇两人都在台湾时间晚间9点半左右出赛。我们也将为您持续报道最新的战况。